我们这边是花样的最后五行的那个，看到上针之上针，看到下针之下针，最后一行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完，好，最后一针，然后我们翻到正面来，衣服上花纹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，然后我们就照这种花纹织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这一行织完了之后，接着花样回到第一行继续织，我们就用这种一直重复这一段花样，重复的长数呢，我们总共要从衣服这个边缘这个地方到这一个腋下这边，我们待会要放针，我们这一段我们要先织70行，我们织70行之后再来做这个袖口的这个放针出来的位置，我们先织完70行，我们衣服按照图样从这个地方的到这个地方的螺纹，从螺纹上来到这个衣服袖口放针的这个地方的70行我们织完了，然后接着我们就直接要来做这个袖子的放针的动作，放针的动作一开始我们要2行加1针加3次，我们的加针方法就是从第一针这个地方织一针，然后放到前面，这样就加一针出来，我们这边就照织下针，好，这边反正没有办法织花，我们就照织下针，好，然后接着这个地方我们就照织，按照花样的行数来织，我们织到这边后面左边这边我们再来加针，我们先把这边织完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边的最后几针，我们要把这一整行织完，然后加针要在背后加，好，这边3针我们把它织掉，然后翻到背面，从背面来加针，我们可以用织上针的方法，从这边织了之后放到前面就加一针出来，我们用这种方法加针要加3次，加完3次之后然后再改针，加成2行加2针的，我们先加3次，这是第一次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织到这一边，就是从背面织到这一边的时候在正面加针，我们先把这一行织完，这一行算是72行，我们这边是第72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然后最后4针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然后再翻到正面来，正面就是第73行，第73行我们这边又要开始加针，同样跟刚刚一样织一针放到前面，然后再织到左边这边到背面再加针，现在是第二次加针，这边是第73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最后4针了，然后接着翻到背面来，74行我们又要放一针出来，我们用上针的织法从后面织一针上针，然后放到针上面，然后再继续织，接着把第74行这织完，我们先把第74行先织完，然后到这一面的正面然后再加针，这边是第74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最后这边的几针下那个正面是下针，好，然后到75行我们还要再放一次一针的，同样跟前面一样从旁边这边织一针出来放到前面，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再织完第75行到76行我们再放针，我们先把75行织完，这边是第75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最后几针了，好，我们翻到背面来，76行，然后这边左边的这一边等于是我们还要再放一针，同样从后面织一针上针出来，然后再把76行的织到正面的时候我们再要开始再加针，这一次到正面就要加2针，我们先把第76行的织完，这边是第76行的最后几针，
我们把这76行的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最后一针，然后到正面来，第77行，77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加两针。好，一次加两针，我们加法跟刚刚一样，第一针织下针放到棒针上，然后再从放上来的这一针后面再织一针，再放上来，这样就两针了。好，同样我们把它织到左边，到左边的时候在背面再加针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一行织完，这边是第77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最后的几针下针，好，放到背面78行，我们也同样要放两针，因为这边放两针，我们到背面这边放两针。好，从这边放一针，然后再加一针，这样就放两针了。我们同样把78行的这一行织完，然后我们再换到79行，还要再加一次两针的。我们先把78行织完，我们这边是第78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最后几针了，然后到正面来79行，我们也同样要放两针出来。放针的方法跟刚刚一样，从这边织一针放到棒针上，然后再织一针再放到棒针上，同样我们织到左边的背面，然后再加针，还要再加一次。我们因为2加2的要加两次，我们先织到左边，这边是第79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最后两针了，然后反到背面来。好，接着第80行，我们从背面这边开始上针的加针，加一针然后再加一针，这样就加两针了。然后我们袖子的从这边再加一针出来，我们就加两针了。然后接着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织起，我们把80行织完，然后从81行开始算起，然后再织54行，然后我们再来做后领的衣领跟肩膀的那个跟肩膀的引反针。好，我们先把第80行织完，然后从这边开始算起，再织54行。我们袖口这边的54行，也就是这一段的已经织完了，然后接着我们要做这个衣领后领的跟这个地方的引反针，就是肩膀的引反针。然后我们一开始同样我们要分针，分针的话我们肩膀这边是43针，要加上这边的4针，就是要收掉的，所以要分47针。我们先把它拿下来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，然后再拿多拿四针，1 2 3 4，这边是肩膀包括要收的那四针。另外我们还要把衣领中间这一段45针拿下来，我们用这种别针拿，然后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。一
般我们做那个 V 字领的跟圆领的这一段后面都不要套收掉，衣领才不会很紧。好，然后这边肩膀也要47针，5 10 15 20 25 30 35 40 11 12 43，这是肩膀的。然后这边是衣领要收针的，我们把它留在这一边。好，我们先开始先做这边的引反针。这边的引反针要在背面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织过来这一边，同样跟这一边的收针一起做。好，我们先织过去那个左边。好，这边刚好这边我们 下一面过来这边刚好不做花，所以我们就织下针织过去。我们这边不做花的地方就是下针，然后这边上针也是该织上针，我们照织上针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织过去，织到衣领的背的位置，然后到背面再收针。我们这边已经织到衣领的位置的部分了，然后这边最后几针把它织掉。好，这边织掉。我们这边翻到背面来，我们要开始收衣领这边的那个套收。好，我们先把第一针织掉，我们就用下针套收好了，线绕到前面去，然后再织第二针，然后把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，然后再套第二针。好，就收掉两针了。同时我们这边从这边算2 4 6 8 10 11，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小记号，因为待会我们要在这边做引反针，所以我们先做一个记号，然后这样才不会织过头。好，我们剩下来这边该上针的就上针，该下针的就下针，我们把这一行织过去做那个引反针。好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引反针这边的位置了。好，我们把它织掉。那正面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上针，我们线放到后面去，然后直接把线从后面拿来织上针，然后从这边一拉出来，它就会变成多一针，这一针就是引反针，到最后我们要把它收掉。好，然后接着这边再织过来的时候，再到正背面这边，我们还要衣领这边还要再收一次两针的。我们先织过去，同样这边又够织花，我们就要织花1 2 3 4，然后这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1 2 3 4 5，然后线到前面来，然后两针上针，现在到背面去，1 2 3 4针，然后再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再1 2 3 4 5，然后线到正面来，两针上针，现在到背面，这边我们就不用做了，因为等一下这边要把它收掉，我们就织下针好了。好，然后到背面，背面这边同样是衣领这边，我们要再收掉两针，同样用套收。好，织第一针线拉到前面去，我们下针的套收，然后收掉一针，然后再织一针，再套收一针，线到这边来，然后我们同样把这个小记号拿下来，然后我们再往前算11针，这一针不要算，因为这一针是引反针，就2 4 6 8 10 11，待会在这个地方再做引反针。好，我们织过去，同样这边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。好，我们把它织过去，这边做引反。好，这边快到引反针了，然后这一针下针正面是，我们就织上针，然后再到正面，我们到正面再做引反针，
这个小记号我们就把它拿下来。好，这边我们线拉到前面来，因为这一针是下针，所以线要在前面，然后直接支下针，我们线直接拉到后面支下针，它就会多一针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织到这一边，然后衣领这边我们就不用收针了，衣领只要再织两行下针，这边可以够做花，我们就要做花。好，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织一针，再空针，再左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再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线拉到前面来，两针上针，这边我们就不用去做花了，因为它绝对不够做花了。好，然后到背面，到背面我们先算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次的引反针在这边，然后第二次引反针在 这边，我们要做第三次就二四六八十十一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织要织到这个地方，最后只会剩十针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二四六八十。好，我们这边只要织十针过去，然后再做引反，然后这一次不用收衣领，好，这边快到引反针的地方，也就是第三次做引反针了。好，我们再到正面，正面这边同样是下针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小记号我们拿掉。好，在这边要做引反，我们线拉到前面来，然后直接支下针，线在前面直接拉到后面支下针，它就会多一针出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一边织到衣领那边的位置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引反针的洞补起来，也可以在前后身的那个衣服织好之后合并肩膀的时候补，那我们简单一点，我们就现在就把它补掉，到时候就有可以少掉那个再补洞的麻烦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开始补引反针的洞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这边两针上针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我们这一针是引反针，我们就要把位置调整一下，这一针跟这一针两针位置调整好，就是前面引反针放后面，然后一起织上针。好，然后这边同样织过去，我们织到下一个引反针的位置再补洞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前面是上针，然后这边前面下针，这一针又是引反针，我们同样要把位置调整好，这一针拿下来，再拿下来，两针左边的针从前面穿过去，然后右边的针从后面一起织掉，它就补掉这一个洞了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把这一边的引反针还有一针再补掉。这一针下针，然后这边是引反针，我们同样引反针要放后面，我们把位置调整好，然后再一起织下针，它引反针就会在背面。好，这边就一直织到肩膀这边，然后剪线，这样就行了。好，到袖口的肩膀这边，袖口肩，因为反正我们肩膀就出来就是斜的了。我们线剪大概两根棒针长，好，就把它剪掉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再做左边的，接下来我们做左边这一边的领子跟做肩膀上面的引反针。那我们要拿一条线过来，用挂线的。好，我们挂线的同样把线放在这旁边，用手指头这样捏着，然后织第一针，我们一开始就收针，因为这样子在正面就可以收，就不容易产生断差了。然后织第二针，
然后我们把线在这一条长线上，短线在长线上，放在长线上面，然后再把这一针第一针放到第二针上面，就是套收掉一针。好，我们不拉紧，然后再织一针，然后再套第二针，这样衣领就收掉了一两针了。然后我们知道这一边我们可以先算二四六八十十一，我们同样在这边做一个小记号，待会我们这边就做引反针，因为这一边的引反针要到这一边来做。好，我们先织过去，然后这边我们就我们织不用织花，这边还是下针，我们就我们这边还是照样下针上针，该下针就下针织，我们把这边先织完。我们这边已经快织到左边这边的引反针的位置，要做引反针的位置了。我们把这边这几针织掉，好，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十一针，二四六八十十一，就是我们刚刚做记号的位置，我们先把它拿掉。好，然后到背面我们做引反针，我们这一面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把线放到背面这一面，直接把线抓过去织下针，它这边就会多一个引反针。好，我们把这边上针然后跟下针通通织完，就是花的背面的，我们把线织掉。我们这边已经织到衣领边上快要织完的这边了，然后到正面我们还要再收两针，要套收两针，我们先把这边几针织掉。好，然后到正面来，到正面来我们同样刚刚这边做的引反针，我们往前再算十一针，这一针是引反针，然后是二四六八十十一，等一下我们引反针从这一个地方再做，我们做一个记号，这样就不会做织过头了。然后接着这边要套收两针，织第一针再织第二针，我们套掉一针再织一针再套掉，这样就衣领的那个针数收针的位置我们全部就收完了。好，我们把这边织过去，好，我们这边继续织过去，这边可以织掉一针的花我们就织一针好了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我们把这边的花那个两针并一针空针，在一二三四五，好，这边又要到了我们那个肩膀上面做引反针的位置了，这一针织掉，这个同样我们把它拿掉，因为这边要引反针，我们先把它拿掉好了。然后到背面这边，这边这一针是上针，我们把线放到后面，直接拿过来织上针，它就会有一针引反针。然后先绕到正面，我们这边是下针，我们把它织完，然后这边正面是下针，我们就照上该看到上针织上针，看到下针织下针，我们把这一行织完，还要再做一次引反针。然后衣领就不要再收针了，因为衣领的四针我们已经收完了。好，这边已经快到衣领的位置了。好，这边两针把它收织掉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记号，同样刚刚是这一针引反针，就再做二四六八十十一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做引反针，我们这边剩下十针，二四六八十就刚好，我们这一边就开始，这边的衣领就开始不收针了。好，我们织过去做引反针十针，好，然后我们到背面，翻到背面，然后再做引反针，这个就拿掉了，不要把记号卡在这个地方了。好，我们拿掉，然后这边做引反针，同样它是上针，我们线放到前面，
然后直接支上针，好，就是一针引反针，好，这边上针，然后这边下针，好，这边通通支上针过去。好，我们引反针全部做完，但是我们最后一行还要再织一行，再织一行就是也跟右边的肩膀一样，我们要把这边的洞给补起来，就是引反针那边会有一个洞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就补左边肩膀这边的洞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是引反针，我们这两针右收针两针一起织掉就不会有洞了，然后这边是一了，然后再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好，这一针要跟隔壁的这一针收掉，两针一起织。好，因为这一针是引反针，我们织掉才会补掉这一个洞，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这边十一。好，这边是上针，这边是引反针，我们就要织上针，反过来从后面织上针，这样子它这一针引反针会在背面，然后先绕到后面去，然后再一二三，我们包括这一针引反针就是第四针了。好，我们把它织过去，好，刚好到肩膀的边上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引反针也做出来，它也是斜的了。这条线我们也要剪掉，跟右边一样，剪大概两根棒针的长度也就够了。好，我们把它剪掉，然后我们开始织前片的。